我制作就是做这张专辑的过程帮助我很多。然后先是有诚实这首歌，诚实这首歌出来之后，因为我跟学兵合作关系久了，他对我的人生或者对我的性格非常了解，所以他就透过我的性格来写出这张专辑。为什么他觉得你觉得他不诚实吗？没有，其实我对他诚实说什么？这一首歌诚实是说一个出生之土不怕虎的年轻人在城市求生活的一面临到的寂寞，对，就是很孤单。我在追寻我的梦想，我在一个大城市里面，然后其实我是很孤单的。OK， 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请 Morris 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可以。好，我把整个舞台交给 Morris。谢谢你们来哦。